头发呀，嗯，可以了吧？你逗的嘛，梳呀，啊，嗯，这最后一个告别的也不行吧，是不是？嗯，可以了吧？进入，嗯。你头发是挺少的，头发量少。嗯，你天生的，如果你长的话就掉。我掉也多了，头发掉也多，还有叶。太长了吧？你一梳就断嘛。嗯。对。36多一公分，那我写的往下一点。嗯。36跟一公跟35不是一样吗？嗯。你刚才问叶宝，他们刚才。前几组没有。问。用剪哦，我剪个头发都不剪。吓跑了。没什么问题。洗头吗？很短呢、啊，嗯，这个也太短了吧？也不短吧？短，短一点，这个、太短了吧？我一哎，我没打嘛，就那个爸爸贴的嘛，你看那叶不买叶，这太短了。还行吧。我想要到这里，不是要这个太短了，我想要就是到这里。到这边是吧？嗯，哎，算了，剪就剪了，快点剪，哎。嗯你看来叶我把叶，录的还没录过落嘛？我把这都准备录过落嘛？没事，再也好看你回去。哦不哦，快点剪，生气这里。那如果说不想要这么短呢？你快点剪。几个月就差不多长那个怎么可能嘛？一个月才长几公分左右。这个还不多呢，关了摄像头，还不敢出来，快点哦！哎。妈的，这个还不短呢、啊！平行啊！快点哦，关那摄像头哦，哎！关了。人来。